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其实火势就已经烧得蛮大的哦。那因为它的火场的地势面那边还有那个猪舍，还有在营运的猪舍，所以我们首先是先煮个盐烧，把里面是没有人受困的哦。我们就是谁先赶快把地势面跟地上面的猪舍赶快把它煮个盐烧哦，这样子。那它里面堆放的是哪些东西呢？里面大部分是弹簧床、弹簧床沙发类的哦，是弹簧床。是伊兰物的。哎，对，都是伊兰物，里面的那个可兰物蛮大的，可兰物。